然对前锋起了杀心。这么怂的吗？人傻了，那出手有延迟。修不完啊，盔甲组刚刚出来，顶多大印仗平局，不可能修得完啊。然后现在要抓一个了，
反正就没打算赢，看就是碰见前锋我也抓。究极无敌保平法，杀前锋，逮的就是一顿杀。这是个调香师。直接往起点转了好了，只要不玩板，拿一瓶香水，泡个鸟，安心上车，美滋滋。怪不得敢翻，你看这胆子，太牛逼了。还想上车呢，想屁事，乌鸦飞了，是个佣兵。那我叠个嘴力。没事，我以为上面能解解来着。啥叫彩丝？怕不怕？怕不怕？哎，怕就对了嘛，怕不怕？
吓得我都出刀了，我日！这么早就开啊！ 三给关了，谁关的？哎，这楼都能空。 喜欢搅屎。<笑><笑> 又到了我杀佣兵时刻。
我靠，吃完了。鬼屋有两个人，佣兵和先知。刀有毒啊！究极保平法，见谁杀谁。二楼有人，追一下吧。他二楼就算是刷个佣兵，我也要锤你。开个玩笑呗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能不锤还是尽量不锤。瞧你慌的，这么打中、啊、我炸
秀的完，牛逼！还真给他秀完了。 刷的不是佣兵，这局可以打。怎么感觉像佣兵在那边苟着呢？ 死亡出现点没办法，有人来了，空姐，她在。 真就不加涨水呗，我等你回来。
电机不好使，让了吧，接着杀佣兵就好了。 我这台电机收益不大，除非我换时长。抓了。 这么远，用兵自己交的资源，还有一瓶，应该两瓶，哦，只剩一瓶，他第一波就有人交了。 估计在摸人，直接走吧。
懒得管你的灯。这么早喝酒，这个人怎么杀佣兵啊？能不能乱杀呀？这开局杀佣兵都整得平了。怎么还挂到一个这么个地方？发血条，我不知道技能是啥，不装。告辞，我不我电击，再见。就撞死他！应该一年吧。来，给我来一口，谢了。
喝酒确实强啊，等20秒直接回满血。啊，这么秀吗？板子还没盖到，纯粹的破译速度降低了8%，也就是说喝一口酒已经……哎，我手上怎么拿了瓶酒喝？我